我是 Sherry Duber 鲁罗罗，这次很高兴可以担任本次新马奇的改版宣传大使。大家都认识新马奇吗？新马奇是延续了经典网络游戏《马奇灵魂》的 MMORPG 游戏，也因为这款游戏已经推出了好一阵子，相信也是不少人深刻的回忆。而近期新马奇也迎来了全新的改版《大贸易时代》，想了解游戏玩法以及本次重磅改版内容的话，就跟着罗罗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这次的最新情报吧。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简言之就是两个字：自由。游戏完全没有职业的限制，你高兴怎么练就怎么练，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培养角色。不论是战斗系、生活系，游戏内总共准备了22+5种不同的才能任你挑选。如果角色等级练太高很难升级，外观也随着冒险长大了，就来使用重生系统吧。游戏角色重生时可以重新选择才能、年龄、外观跟性别，角色等级也会变回1等，但是前生苦练的技能熟练度还是保留的哦。在新马奇可以体验到那种转身轻小说才有的10岁小孩一招灭 BOSS 的龙傲天人生哦。而且如果对于沙怪练功腻了，也可以帮 NPC 打打工，培养好感度，变身村民。比起只能去哪里杀几只的僵化网游，这种夸张的自由度也因此造就了大批死忠的玩家。游戏还有超丰富的纸娃娃和大量的主线及支线剧情，玩家将扮演被称为米列西安的英雄，在这些故事中随心所欲的探险，甚至有不少资深玩家从 G1 到 G25 的故事都能够如数家珍，不管故事还是系统都可以说是诚意满点的神 game 呢。但如果你听洛洛说了那么多，还是不知道新马奇有多红也没关系，看看他开服意愿超过15年的历史，以及堂堂迈入了 G25 的漫长主线，光是能够从网络游戏巅峰期火到现在，就能理解他有多受欢迎了吧。而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今年的暑假也即将要迎来了最新的改版《大贸易时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次的改版到底又为新马奇添加了什么内容吧。《大贸易时代》是预计在今年暑假推出的最新改版。这个改版顾名思义，就是要大幅强化游戏的贸易系统和机制，所以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贸易而服务的。至于主要的改版内容，包含了4大项，分别是：伊利亚大陆设置贸易所，开放大陆间贸易；新增特殊载具骆驼、狗雪橇、漂浮船；开启贸易赛季与贸易赛季商店；贸易系统调整，货物获利率调整，通缉犯系统优化，掠夺团登场方式改动等等。就让我们先来说说大陆间贸易和贸易所是怎么回事吧。在以往用来来往各个大陆的港口，在这次的改版有了新的变化。除了可以在这里找到船舶外，在克拉港口也可以找到商会代表的 NPC 沙伊福，在这里停了几艘巨大的商船，用来帮助你进行大陆间的贸易活动。虽然不是要玩家跑船或是去海上捕尾鱼，但就像现实世界的进出口行业一样，贸易品的价值会随着贸易的距离而提高。所以比起一直在同一个大陆穷忙，还不如直接东西收一收，再搭上船跑去其他大陆果断卖爆，这样绝对会更赚钱哦。而除了搭船出海外，伊利亚大陆各处所设置的贸易所也将成为各位米列西安们最新的聚集地，玩家们将可以在这里体验到横跨整个大陆的贸易行商之旅。在这次暑假改版之后，像是巴雷斯、比路里亚等地都会出现有商人入驻的贸易所，就与大陆间贸易一样，你可以透过来往不同的贸易所并使用他们的贸易品来赚钱。且这些贸易所还被分成2种，其中一般的贸易所可以换取本次改版专用的贸易货币赛季杜卡特，而另一种为一物一物贸易所，则可以透过提供贸易所需要的道具用来交换高价值的特产。但要注意哦，投资商品有赚有赔，虽然不会要你详阅公开说明书，但如果没有好好思考过如何贩售，也不是没有亏钱的可能。像是某些道具的生产点附近会有着强大的小怪来挡路，另外在运送的途中，像是隧道、蚂蚁地狱和魔法门之类的路线当然也都无法使用，所以如果想要一本万利，可得好好研究你的行商路径和商品哦。而为了要在伊利亚大陆多变的环境中顺利运货，本次的改版也特别追加了许多超级酷炫的贸易专用载具，而取得的条件也相当简单明确，只要你能在赛季之间花费足够的赛季杜卡特来租赁，就能够在赛季结束前使用这些新的专用载具。目前推出的专用载具依照价格和速度，由低到高排列的话，总共会有3种，分别是能在冰天雪地通行的狗雪橇，能适应沙漠的骆驼，以及漂浮在空中基本无视地形的漂浮船等3种。这3种特殊载具不只是外观超级下趴，还能够大幅缩短通勤的时间，当然能够载运的格数也比以往来的更多。当你有法拉利或是特斯拉可以开的时候，有谁会想要继续搭公车呢？你说是不是啊？但也别想着要一蹴可及，由于赛季最初大家都只能白手起家，
且想要驾驶漂浮船，还必须要先拥有狗雪橇和骆驼才能够得到租船权。所以请有心的玩家自己要跑得勤劳点，这样才能够一步一脚印迈向发家致富哦。当然，如果只是给了你几台新车，就要你一直跑贸易农货币的话，就太无聊了。所以本次改版为了让玩家物超所值，新增了赛季系统和赛季商店。只要你努力跑业务，多多贸易，提高你的赛季rate，就能够兑换许许多多的道具和称号。除了前面提过的赛季杜卡特货币之外，这次赛季商店的内容和奖励也都很丰富，光是看看内容就让人超级想买的啦。不只是有着许多可以帮助贸易的道具和素材箱，还有着像是可以抽到强化贸易的服装图纸、魔力赋予卷轴以及包包等奖励的艾尔林纪念品箱。只要你跑得够勤劳，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归你所有。另外，随着你的贸易经验慢慢增加，当达成了贸易赛季的指定位阶后，同样可以获得丰富的赛季杜卡特和贸易道具等奖励。另外，强化装备的细工道具以及大家最喜欢的能力称号，当然也都会包含在内。像是这次为了配合赛季而特别增设的伺服器排名奖励，最高的前100名就可以获得50个细工道具和超吸引人的贸易王称号。有称号搜集癖的玩家，是时候开始拼命贸易冲榜了吧。另外，为了让大家能大赚特赚，本次的改版也修正了许多细节和设定，像是欧拉贸易所的贸易品获利率，这次就调整得更为友善。为了鼓励大家跨大陆交易，现在你可以用更实惠的价格购买到当地贸易品，并透过大陆另一侧的贸易所来捞钱。而以往只作为点缀用的通缉犯系统也获得了改善，这次就算完全没有发生掠夺事件，你也可以直接去抓通缉犯，给他来个抢劫未遂的罪名就地正法。而且新增的紧急通缉还可以让玩家获得更多的赏金，不想当商人的话，当赏金猎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哦。但也不是只有好事，像是以往只会出现在固定位置的掠夺团，现在也将出没的方式改得更加随机。且由于遇到掠夺团时货物会掉到地板上，角色的战斗力也会剩下一半，可以说是增加了不少贸易旅程中的难度和刺激感。另外顺道一提，如果你在路途中遇到的不是掠夺团，而是平原首领，其实也可以透过将东西放在一旁的方式来应战，所以请努力克服这些拦路魔，把你的货好好的送到目的地吧。而在最后的最后，罗罗再跟各位讲个小秘密，那就是如果你觉得游戏内的奖励还不能够满足你，现在官方还有推出 Web 版的网页小游戏迷迷冒冒岛，真的是有够迷迷冒冒呢。只要完成这个小游戏里的任务，就可以获得迷冒岛上的货币，且只要用那些货币在岛上购买特产，并在周六卖给商会，就可以获得声望，解锁各种虚宝和道具。有兴趣的话，请务必要来这座岛上看一看哦。以上就是本次新马奇全新改版大贸易时代的所有内容。游戏已经在7月7日进行第一波正式改版，8月将会推出第二波新内容哦。听说不用再孤单一人，可以团体跑贸易哦。请各位努力燃烧起自己的商人魂，准备好夺下这场贸易战的胜利吧。想要开始号召你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若是身边有对新马奇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的频道内容，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一杯新奶茶。最后，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 YouTuber 洛洛，我们下次见咯。